真係好願意一人揸住杯茶，即係啲茶插落個袋嗰度咁。OK， 真係嘅，再一次多謝劉先。連做兩次喺我哋即係喺個熒光幕上面不斷可能透過拍片支持我哋嘅所有人，好唔好啊？多俾一次掌聲，多謝你。我哋香港電視嘅比較咧，一路以嚟都係秉承住 Ricky 所講八個字：創意無限，製作認真。咁啊，其中有一套咧，亦都係我哋櫃台咧，可能真係最後嘅一套，真係唔知道。確實而家仲拍緊嘅，係因為真係嘅好多我哋嘅台前幕後，就算佢可能離開都好，佢會繼續完成埋拍好曬先至離開。呢個係我覺得做我哋即係電視業或者做創意行業一個對自己嗰個職業嘅尊重。俾啲掌聲呢一班台前幕後勞苦功高嘅放映紅。咁啊，仲拍攝佢另一套咧，就係 Next Shift。我哋睇下啲拍攝翻相。去片。我哋做得好開心啊！呢份工，佢嗰種底上嘅嗰種熱誠，嗰種不放棄，即係唔係有觀眾自己中意拍，係先係盡到自己咯。拍好出嚟，你啊，你可以睇下。夜晚有自己規矩同埋秩序。另類嘅劇集，香港好少睇到嘅劇集，
就算中入韓裏面都少睇到嘅劇集。咁 Light Ship 咧就係咁樣引用出嚟。我哋好希望咧拍一套劇，同我哋平時睇嘅劇係唔同嘅，俾觀眾有一啲選擇。希望睇唔睇師奶劇都可以有另一種嘅劇，去俾我哋嘅年青人或者係一啲另類嘅人睇。好可惜，我哋呢套劇拍咗一半嘅時候，喺15號，我哋收到嘅消息，我哋冇排。咁嗰晚嘅凌晨10點嘅1點嘅時候，老闆就 call 咗我翻公司，佢同我講：聽朝有300多人我要解僱，公司大部分人都會離開，你套劇仲拍唔拍啊？咁佢話：如果你拍定唔拍係由你決定，公司無論你任何嘅決定，佢都會 support。一定拍，點解要拍啊？因為我冇理由完成我哋嘅夢想噶嘛。於是，我第二朝我再去揾我嘅組員阿小龍啊、Cherry 呢兩位導演嚟嘅，咁仲有其他嘅副導演啊咁樣。我問佢哋：你哋點睇啊？因為你哋已經有部分嘅員工已經被解僱噶啦，你哋可能會完成到呢套劇嘅。咁佢哋咧就一致的反應就是話，他們都很想能夠完成這套劇，就算義工都做。我很感動，我聽到他們這件事話，我很感動，就是其實他們可以拿到遣散費之後，可以休息3個月，或者是自己去找工，在家裡睡覺，不用晚晚出來捱夜，但他們都能夠放下他們這個休息時間來出來，希望完成這套劇才離開。咁我相當之感動，咁於是咧，我得出個結論，就係話咧，原來我哋啲組人，甚至一啲工作人員，佢哋幕後前幕後工作人員，佢哋都有一個夢想，有夢想，所以我哋就要堅持，呢個係我哋做人嘅道理嚟噶嘛。好，我想講嘅嘢唔多，咁我想喺呢個時候，我想我哋嘅演員主角係林嘉華啦，主角林文龍啦，咁但係呢啲。前幾日已經講了很多了，咁我想俾一啲機會，一啲未發言過嘅演員，或者係一啲導演，或者係一啲副導演都好啦，都希望俾佢哋講一啲説話。邊位想講先？隔離啊！呢位副導演講先啦，呢位我副導演。係嘅，介紹下自己先。行前啲，俾人見到你。大家好，我叫張琪。可能我廣東話有少少咩咩地，但係我嚟到呢度，我以為我唔會再遇到啲唔公義嘅事情。好不幸，咁大女又俾我再遇翻啲好不公義嘅事情。細個嘅時候，我媽同我講：如果遇到呢啲事嘅話，你避唔到，你打唔過，不如你走啦。我話好，咁我一直都唔會出聲嘅。我憑住自己自強不息嘅精神嚟到呢度，同埋我覺得。我唔中意睇，我唔中意聽電視啦。我真係好想每日睇電視劇，好似睇電影咁。所以我一畢業，我就即刻申請喺黃文基靈嘅學校招人嗰時，我就入咗 HKTV， 好光榮，好光榮。呢張 badge 係我覺得我最光榮可以拿住嘅。國民教育是喚醒所有公民的社會責任，相反這一班傻佬為著自己的夢想每天自強不息地去工作，去為自己的夢想去爭取那點點電影的畫面，他們才是真正有社會責任的人。多謝你們這麼多人陪著我們一起去追夢，一起去完成這個最後公演的場仗，多謝你們。我是 Night Ship 入面的形象設計。咁喺呢套劇入面，我哋大家都好辛苦、好努力去做每一個角色，而我哋 AI 嘅 department 每一個同事、梳化部嘅同事都全部通力合作，去做到令到每一位演員喺大家用最靚嘅形象出現喺大家嘅畫面上面。
但係好不幸，真係喺半年之後，突然間聽到呢個消息，我哋大家都覺得聽到消息後，突然之間好似天冧咗落嚟咁樣個感覺。老闆突然之間講，我哋要等總導演去決定究竟呢套劇仲繼唔繼續去拍。嗰時其實我心入邊不停係咁自己喺度諗緊，千祈唔好停，千祈唔好停，因為佢係我哋每一個工作人員入邊嘅心血。我希望真係可以見到佢出世。佢就好似我哋懷胎十月嘅咁樣一樣，佢哋一定要出到世，然之後可以俾大家見到佢哋。好好彩，大家嘅一致都決定係繼續拍落去，真係好大多謝大家。但係喺呢個時候，我得到呢個消息係知道其他嘅劇集要停，咁慢慢會望住我身邊嘅同事一個一個離開我哋。嗰刻嘅感受好似一個孤軍作戰嘅感覺咁樣。但係突然間有同事同我講：放心啦。如果你哋好忙嘅話，我哋可以義工翻嚟幫你哋手㗎呢套劇。嗰刻我真係覺得好感動，好多謝我哋身邊嘅同事，好多謝 HKTV 嘅同事，好多謝你哋嘅支持，亦都好多謝廣大嘅市民對我哋香港電視嘅支持，多謝大家。Thank you， 為孤軍作戰嘅我哋，唔使驚。OK， 係啊。大家好，我呢套劇嘅。咁我喺呢度好開心，我可以有同好多人合作機會，我可以同呢個舞台嘅最佳男主角合作過，我可以同呢個電影嘅攝影師合作過，我可以同呢個廣告嘅燈光師合作，我可以同電影嘅燈光師合作，咁全部都係呢間公司可以俾我同呢啲人合作，我好開心。同埋我最開心嘅就係我成個團隊，我哋嘅總導演。我嘅副導演，我哋嘅製片組，我另外嘅一位導演，同埋全部嘅演員，大家合作得都好開心。同埋我想話俾大家聽，其實呢班傻佬傻婆真係好中意拍嘢，同埋大家好中意拍好嘅電視劇俾大家睇，多謝大家。